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我今天想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两个象征符号的问题。大家在今天这段时间，每个人恐怕都感觉到了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历史关节点。习近平与李克强，或者说是习派与反习派，作为当下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象征符号，虽然同属共产党，却代表了两种愿景，毛泽东式的中国和邓小平式的中国。有人可能会说，习李都是共产党，毛邓都是共产党，半斤八两，有什么价值分别？但是我想问，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他的夫人江青等代表的政治派别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代表的派别也都是共产党，两者是等量齐观的吗？那么逮捕毛七江青就毫无意义了。是的，我承认很多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与普通的中国国民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将周永康被拿下，中办主任令计划之子的神秘车祸，以及他的一系列连锁政治效应，郭伯雄决赛后两个军委副主席被逮捕等等等等，这些都和普通中国国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例如像1976年逮捕江青等这重大的政治变化，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所有的人，几乎中国人的生活都发生了过去难以想象的重大变迁。多少年来被打成贱民、受尽迫害的地富反坏右，终于摘掉了帽子，成为普通公民；千千万万被迫去农村的城市青年，终于可以返回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园。停止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渴求知识的青年可以上大学了。中国人逐渐可以自己做买卖、办公司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有了重要的改善，不必担忧忍饥挨饿了，等等等等，甚至还可以跨出国门而不会被控叛国罪了。对于这种政治变迁，我们难于无动于衷、坚守中立，因为它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命运。因此，不可否认，有些政治斗争是富有价值色彩的。我们难于价值中立。就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大家已经看到的很明显的政治中国如火如荼的权力斗争而言，你们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前面很多朋友都说了，他的一切坏处，他的政治挂帅，急速左转，复辟文革。简单的说，他当下就有三个巨大的罪行，第一个就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反人类的清零封城政策已经迁入民怨，第二个反美联俄策应普京侵略的外交政策已经引发中共内部的极大危机感，第三个国进民退导致了中国经济坠落的锁国政策，它的祸国殃民已经演成了紧迫的当下的暴政。而李克强相对来说是务实的，能说点人话，坚守就改革开放，坚持经济优先，地摊动态清理民，支持民营企业，促进国际合作，力撑香港一国两制和金融中心地位等等。虽然习和李的目标都在于维系中共的执政地位，但是他们的路径却判然不同。所以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两种中国前途的区别，或者说是两种国运的对决。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就像反共非常坚决的里根总统也曾经赞扬过，说共产党也有坏共产党和好共产党，比如赵紫阳就是好共产党，戈巴乔夫也是共产党，但是苏联过后就逐渐的向主流国际在靠拢。所以我想这个区别还是，即使是都是共产党，区别是存在的。第二点我要想谈的是，刚才洪先生提到一句的，就是所谓现在流行的所谓总加速思论。大家知道，对于当下的政治中国，海内外特别是海外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叫做习近平的倒退暴虐的政策将胜利的一方会面临极大的压力，向自己的支持者承诺兑现承诺，因而政治变革的潮流将再强向前流动一阵。再加上目前的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与邓小平在1978年出山的时候大有不同，亚历山大如果不做任何实质性改革，
难以摆脱被彻底孤立甚至被鬼谷打击的处境。所以我想最后说的就是，这个加速派的问题在于，他首先希望总加速之干下去的人基本上并不是生活在当下中共习近平暴政统治下的中国人，很难体会到在习统治下那种生不如死度日如年的感受，尤其是在决定绝对清零的期间，中国人都被关进集中营一样的那种灾难性的境遇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种日子哪怕多一天也断难忍受，尽快结束越早越好，急盼解民于道权结束暴政。其次，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习近平一旦连任，中共暴政就将必然迅速崩溃，其中难道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北朝鲜东亚三代大家知道它是残暴统治，它的封闭性、残酷性和荒谬性比习近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它已经存在了70多年，迄今仍然看不出即将倒台的迹象。难道习近平就没有一丝一毫可能把中国彻底闭关锁国变成西朝鲜吗？倘若如此，这个巨大的历史灾祸由谁来承担这个罪责？第三点，即使习近平令中共最后倒台有他的可能性，但是他连任期间势必继续其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令亿万中国人蒙受巨大的灾难，使世界面临台海战火的荼毒，人类付出的这种巨大的现实的代价是以不确定的中共终将倒台为交换的。问题是习在任时受难的中国人是人，中共倒台以后获得利益的中国人也是人，我们有什么权利以将来中国人的福利的名义要求当下中国人去牺牲去忍受苦难忍受暴政的统治？所以有件事我想我强烈的赞成一条基本的政治原则，就是解救急迫的明显的当下苦难优先于去试验未来的美好的愿景。我们应该知道苦难是实实在在的触手可及的，消除了它就是确确实实的大功大德，而说服民众忍受当下的大灾难以等待将来会降临的美好的愿景则是不确定的。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将来的愿景而忍受当下的苦难导致的常常是永远无休止的苦难。所以苦难和幸福是不对称的，苦难是清楚的明确的当下人人都感受得到的，幸福感则是见仁见智的不确定的带有相当个人性质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消除苦难是政治的第一要务，因此在当下铲除习近平的暴政是中国人乃至文明世界最紧迫的任务。谢谢。对，谢谢陈公德先生的这个精彩发言，他从这个两种国运，就是毛习的这样一个国运，邓的这样一个国运角度来阐述这个习的这样一个集权的不得人生，而且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加速世界观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